月六日，霍启刚再次怒斥梅西不尊重球迷，梅西日本采访回应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霍启刚发文表示，梅西不尊重香港球迷令人失望。他还回忆了2003年香港邀请皇马访港的经历，当时球队在高规格的欢迎仪式上表现冷淡，让他感到失望和尴尬。他说，如果他是梅西，他会主动向球迷解释和道歉，甚至送上签名球衣感谢他们的支持。他认为梅西在球坛的成就无法掩盖他的无礼，他应该向香港球迷道歉和交代。他也支持政府不赞助这次活动，因为主办方连一声感谢都没有。2月5日，梅西抵达日本参加迈阿密国际与神户胜利船的友谊赛。他在发布会上说，他很高兴来到日本，想踢一场精彩的比赛，但不知道能不能上场，并回应在香港的争议。梅西表示，在沙特的比赛中感觉内收肌不舒服，虽然检查没有受伤，但还是不舒服。他理解香港球迷的期待，希望有机会再去香港，但阿根廷媒体却透露梅西身体状况良好，只是主帅不想让他在疲劳的旅途中受伤，所以让他在表演赛中休息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